同学们提了观点来问我，我跟大家没有两样，只是我是去遵照佛经的教诲细心观察事实真相，然后做出结论。再来解决当前的问题。我把他的问题念一遍。在生活中如何反问问自己，下手处为何？你能够反问问自己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向外，没有向内。向外向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。佛经上这两句话是功夫话，日常生活当中言见色、耳、闻声、梵文、文字性、下手之处在什么地方？你的问题是文，自信没有叫我们去玩呢，现在下手之处要叫我们玩。经文里头说得很清楚，在生活当中如何反问问自己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下手之初就是你回过头来嘛，起心动念是文字性，我回过头来我不起心，我不动念，这就不闻自性，这就没有反闻顺闻，反而顺都没有，你才能闻自性。你还有个闻自性，你的意识依然在起作用，并没有停下来，你还在工作。我们简单说说，文字性是有文，放下是无求。你的问题是反问文字性里面生出来的，你不闻呢，
有没有想过？我不闻，我从闻，我翻过头了，不闻，不闻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要回头是岸，回头问题就没有了。所以一个是要闻，一个是回来。听懂没有？问题的答案已经给你解答了，下手之处再反问，我反过头了，我不再想问问自信，或者你再进一步，自信在哪里？把下手处找出来，为什么会有这个起这个念头？大乘经说，文字性是个念头，反过来。反过来叫你放下，自信有没有？有。现在到哪里去了？现在又问你文字性，他在文字性里去，你不闻他就没有，你闻他就有了。是不是这样情形？如果是这样情形，我们想闻自性是必要，婉约放下。首先把自信找到，然后把念头放下。你反复多做几次，把文字性、不文字性反复多做几次。文字性什么样子？不文字性又是什么样？然后慢慢熟悉。文字性在哪里？原来梵文文字性就在文字显处，放下文字显，也就是放下梵文文字显。你不梵文，自信在哪里？把自信找出来。不闻自心的时候，没发现自心，所以从早到晚，先把自心找出来，然后去找他在哪里，闻自心。闻上耳根，
然后就会发现眼根也有，舌根也有，六根次性发现了，每一根次性都在起作用，眼耳鼻舌身。找到之后，这就翻完，反过来，反过来是不是不稳了？你会发现，法院之中，文字性照出来了。原来你反闻的那个就是自性，怎么样才用功夫用就反过来，意思是不要顺着自性，自性里面我们感觉爱好甜东西，它就有甜味出来。这个甜味没有用甜味东西加味品，没有加味品里头有甜味，这甜从哪来？是不是从自性？这是不是那个反问问自性？第二个问题，澳洲新增学院法师们提的，面对现今的疫情，有些同学不怕，有些同学非常害怕。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同学？有些同学不要怕。有人问过，问我怕不怕？我不怕。帮助同学，同学向我，从早到晚，阿弥陀佛。快快乐乐，你要不随着阿弥陀佛走，你就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最可怕。我们从早到晚，许许多多的妄念从哪来？胡思乱想来，叫妄想。人要没有妄想，不自在，没有乱想可以做得到。多想阿弥陀佛，好啊！想阿弥陀佛，每天多想佛，多念佛，多自在。你所害怕的这些妄念，越想越害怕。最后从小病变成大病，越想越可怕。有些同学问我，你怕不怕死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害怕。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生死的概念，
每一天随缘过日，年岁大了，讲经讲不通，我非常重视继承人，所以我在50岁就非常重视栽培接班人。我可以不相信，筋不能断掉，能讲的、喜欢讲的，我都把它提出来，一个个的培养他。我走了，还有这么多人讲的比我好，我很满意啊。问我你怕不怕死？不怕，真的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他为什么怕？我有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我不怕死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我们天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念出阿弥陀佛，我劝大家念佛求生弥陀净土，我自己也能不做。我也不做，跟我学的人受我欺骗的，那我对不起他。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往生极乐世界的真有，天天都有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欢欢喜喜。佛跟我们说，凡事有因有果，唯一有因果的，因是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讲来讲去还是个心想。我想我们同学学佛了，永远没有惧怕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说，前途一帆风顺，前途非常光明。学佛之后，念念求生净土，我们对于极乐世界清清楚楚，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。希望同学把生死看淡，把生死抓在自己手上，不是在阎王手上，在我自己手上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。好啊，面对大众同学一通
念佛求生净土，每一天不缺功苦，可怕的同学还是有不少，我们帮助帮他修行，自己不怕，他才能相信。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同学？这是我们的事。父亲书北今天能转害怕而承认为不怕，不怕到什么程度？自在往生。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娑婆苦又何必要留恋？你对于娑婆留恋，所以你才怕死。对娑婆不留恋，不怕了。才面对今天的社会，种种不安定，我们都勉励大家。不要害怕，快快乐乐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先决定一切，这个重要。大家身体比我好，要用功，要努力，要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欢迎。我们见到无限的欢喜，一生的愿望总算是圆满了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活一天干一天，活两天干两天。往生极乐世界同学会跟着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，所以帮助同学作念功德很大。我去接他，他也来接我，绝不落空，绝不是假的。现在的热情，这些新闻不看，念阿弥陀佛，真实的帮助，现在我们迫切需要，不是别的，
佛的酒、菩萨的酒，同参同友好友都来求迎接我，深信不疑。他们确定了求往生，来接的时候，比这个场面热闹。在来接的时候，不要客气，要坚定心愿，信愿往生。